大家好啊，我是莎莎，今日是5月2号，时间是15点36分。咁我而家嘅位置喺将军澳嘅珀江一啦。前面有间茶饮店叫做 Cha for Tea。再过嚟呢边奇华饼家。对面呢度有间万宁，Image Optical。Jack and Jones， JP Living Style 卖家具嘅，再过嚟呢边系时间廊，The Love Face， 艺术。Jaslet， 过嚟呢边有间 G-Shock， 眼镜88。呢边有间咖啡，Nike 专门店。而家系平日嘅3点零钟，咁人流都算系唔错。
呢度有间 Skechers。过嚟呢边有间 CPU。前面有间翡翠潮州小厨，再过嚟呢边有间大酱，Godiva， The Overlander。过嚟呢边有间系食日本嘢嘅，叫做知千寿。依间系 Sports B 啊，应该系同 NSB 系同一间公司嘅。对面有间 Starbucks， 中庭呢边咧有个 Marvel 嘅 Pop-up Store。Under Roma， 隔篱有间 Egg， Aces。隔篱有间 LEGO， 咁我哋继续向前行啦。
呢边有间鞋店，再过嚟呢度有间卖雪糕嘅。PIT 时装店，对面呢度有间周新新，再过嚟呢边系亮时点。咁我哋继续向前行啦。我哋穿过呢个天桥咧，就会到 Popcorn 二。右手面呢度系可以落去地面嘅外围嘅。咁我哋而家到咗 Popcorn 二，左手边依间系 Uniqlo， 对面咧就系 MJ Style， 有啲似 Uniqlo 咁嘅形式。Tony Moly， 依间 Uniqlo 都几大间下噶。右手边呢度系莎莎，莎莎对面呢度咧系卖啲家具嘅。餐塔呢度有间六福珠宝啊，前面有间 CSL 1010，卫信，欧善。再隔離呢度係豐澤啊，上次嚟前面咧係有間港式嘅茶餐廳嘅，而家冇咗咯。就係呢個位置啊。呢度咧就系穿出去宝盈花园嗰边嘅出口，咁过嚟呢边系有间万宁啦，
本来呢度系有啲位俾啲市民坐嘅，而家围咗。呢度有间 Namco。咁我哋落去下面睇下地下嘅食肆同埋其他铺头啊！呢边有间米线镇，再过嚟呢边系有间方叔叔重庆火锅。咁再过嚟呢边系有间大家乐啊！而家下午茶时间都有啲人喺度食紧下午茶。呢边是意粉屋，呢度是大家乐啦。似乎意粉屋同埋呢个上海老路都是几正下。过到嚟呢边系有间卖酒嘅，叫做 Kings。Three Little Mel。荣华药房。李家角前面是 KFC， 再过嚟呢边系 marketplace 啊，牛角，
呢度有间快展啊，成日行过假期咧，都好多人等紧位。而家平日都算系有人等位啊。呢间森容铺啦，再过嚟呢边系 HKTV Mall。哇！啲学生放学啦。咁我哋而家上翻去楼上继续行啦。呢度一间美康。呢边有间水果店啊，咁前面系去将军澳广场嘅，再过嚟呢边有间日式面包店。呢边有间惨养蜂园，过嚟呢边有间 Adlib。零食物语、谢瑞麟、珠宝，优品360。咁前面呢度都系通过去将军澳广场嘅。Innisfree。
咁我哋行翻入去 Popcorn 二啦。呢边有间卖雪糕嘅，医务所。牙科诊所。salon。前面都是有间医务所，咁呢边咧系上去啲住宅嘅电梯大堂。中医诊所。我哋继续向前行啦。呢度有间康维他。边有间莆田啊？呢边有间茶饮啊，叫做我想和你无所事事啊。呢度有间餐厅叫做 Beans。咁呢條天橋又係通返過去 Popcorn 一嘅。呢度有间 Star Cinema 嘅小食部啊，我哋到咗 MCL 嘅戏院。
一部九龙城寨围城，听讲五月一号咧系卖座亚军啊，可能真系几好睇噶噃。这边呢就是戏院的售票处，前面有间 Paper Stone 啊嘅烘焙麵包店，奥地利食法國菜嘅，對面有間 salad， 呢條片我哋分享住咁多先啦。臨走前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頻道喎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